而且我后来才发现，原来克雷尔这个时期只是个大学生，你知道吗？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他现在是大学生欸，我是后来看这个地方才发现的，《自由的信》。他说："首先谢谢你写信给我现在忍不住要说一句话，有没有？"他说："我不敢相信你真的这么做了，我不敢相信你就这样自己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到拉昆市，为了要见你哥哥。"好，我知道克里斯对你来说有多重要，而且没错，你已经有一个月联络不到他了，但你还是疯了。你知道一个美貌的年轻大学生来说，那里有多少变态和混蛋等着要欺负你吗？有没有？哎，然后只要你保证抵达拉昆市的时候打给我，别让你最好的朋友担心，好吗？爱你。哦，虽然你哥哥是克里斯，而且他可能已经教会你战斗啊，如何用枪像个女妖怪一样的灵活，但是你并不是刀枪不入，所以说呢，不要掉以轻心。有木有 Must be where that guy came from. Came from？ 哦，拉昆斯的英雄，这个艾伦斯局长根本就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在外面邀功。哦，微笑的回答说："这整座城市都是我的家人，我只是在为了家人付出罢了。"虚 That 伪，seems the police chief. 虚伪啊！好久没有跟台了，嘿，杨哥你好，柠檬，我都直接给300，你直接给掰，不是啊？啊，他这样子，我是直接就给他300啦，不是，我就直接给他掰了啊。通常会那边乱打一通的，你给他300没有用，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犯了什么错，你懂我意思吗？如果是一直不断输入中文，输入同样的话，洗屏，那他被300了，他可能知道他犯什么错，因为他至少还知道要怎么打中文，对不对？可是你他妈的一进来这边乱打一通，再打他们那一国的方言哦，对不对？你觉得你进他300秒，他会知道他犯什么错吗？有没有道理？所以他到时候300秒过后，他还是继续在乱打给你看，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做错了什么。因为他从他一开始乱打一通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不会思考的死屁孩。你还奢望他会改过自新吗？不会。我是你，我就 ban 了，是不是？ban 掉。哎，最近过得好吗？嘿，最近还不错啦，老样子，吃饱吃饱睡睡饱吃，等死罢了，没有啦，想办法让自己过得更好，就这样吧。要去靶场一下，我要去靶场拿一下遥控器，有那个配件可以拿。然后我记得这边好像有什么浣熊先生，还是干嘛？可我想先把这边的僵尸杀光欸，有点想。欸，哦，没事，不要理我。子弹在这里，58。算了，不理他。这边拿这个，我就可以先走了。屁孩就直接掰，不用说了，当然直接掰啊！他又不知道他在干嘛，对不对？他一开始的行为就已经是不理智了，你还这么的奢望他会改过吗？对不对？这就跟我之前讲的裤子事件是一样的意思。我为什么还会觉得啊？林北为什么还会觉得他们听得懂我说什么呢？我真的是有够白痴才去这边讲那些有的没的，我很后悔，所以说我决定了，一笑带过，哈哈哈哈哈哈，大笑大笑好几声，云淡风轻，直接把笔。
这把比这把好多了啊，所以我还是用这把好了。这把可以跟长弹夹组合。啊，我知道了，待会会直接直达那个警察局。我必须要先解这里，这边应该就会拿到钥匙了吧？啊，对齁，这边有那个，这边有卡利亚。利卡啦，卡利是三小。什么时候有无限子弹哦？当然是等我满足他的破关条件之后啊。现在是根本不没办法满足的情况啊，根本无法满足啊！靠腰嘞，不要靠近我，你也不要跳下来，求你了，非常危险。好，停时间。然后这个前面应该是过不去，我们现在只能到这里哦。这边僵尸待会应该会起来，然后我记得这边有药草，对，这边有个药草，捡一下，可以直接喝。Very good。有一颗闪光弹，谢谢。应该是不会起来吧？OK， 老师，今晚加菜，今晚加菜，好吃。今晚加菜。好吃哦！等下再说。我记得有一个地方有东西可以捡啊。撑的，撑的，打扰了，打扰了。打扰您睡觉了，真的是非常的抱歉。我不是故意的。今天的晚餐有着落了，丰富的蛋白质。老头，你有看攻略吗？没有哎、欸。干咬三小哦。哎呀！临行要死，该走该走该走。这时候闪光弹非常的重要。没事，没事，没事。我、哦、看我还有心情捡这个啊！哎、欸，我居然有两坨哎、欸，这么佛心啊！哎、欸、靠呗，怎么这边会有一只啊？还不跟人打了，我先跑了，那太危险了。我要死啦！我要死啦！我要死掉啦！我要死啦！这样太危险，飞太远，
不要做鬼脸。我应该直接那个才对的好啊。Oh my goodness！为什么那边会有一只利卡啊？干，我差点死。Oh my gosh! Oh my god! 啊，逃出来了。这次还是有分表里吗？对，没有错。这次也是有分表里的。我现在是玩的是里篇。欸，我标题应该要打齁。应该要打里篇吧齁。那应该是没问题。看，东西又越多了，这样靠北啊。惊动天地，60秒。三榴弹枪的组合，我到现在榴弹枪都没拿到手啊！有榴弹枪，猎杀者算什么东西？我讲真的啊，有榴弹枪，猎杀者根本就形同大便啊！榴弹丢下去，他就死定了，绝对死给你看。哦，这边安全的 safe， 这边安全了，欢迎回来。胶卷，这钥匙还有用处，这一把，碎，大容量。九 mini 这把可以不要了，手枪弹药拉上来，我需不需要补血啊？不需要，良好。等一下，我有点忘记顺序了。私人收藏室，顺序有点忘光了。如果你是克雷尔的表篇的话，你可以很早就拿到榴弹枪了，而不是等到现在还没拿到。然后这是榴弹枪的东西。嗯，没有星星钥匙。到底是为什么可以这么多这个啊？反正我还会再回来一次嘛，不急。捡了也没用。守望先锋哦，我已经800年没有玩了。欢迎来到方舟生存进化，我是老头 Old Man。这嘟嘟鸟比我想象中还要大只哎，所以说方舟是故意把嘟嘟鸟缩小就是了。动起来就变别的游戏了。欸，你们有没有看过以前的电影啊？国外的那个叫做什么？夜总会啊，就是
一个博物馆到了半夜之后，所有的那种标本全部都会动起来。你们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吧？惊魂，什么什么夜惊魂的，还是虾米小，忘了。博物馆惊魂夜啊，对对对对对，没有错呢。博物馆惊魂夜，是的。好像出第二集吧，不过据说第二集就不怎么好看了吧，是不是？那些野人也会动吗？啊，吱。黑桃，我没有黑桃钥匙，所以说我现在也是只能强制到这边来，不是往上就是往下。然后那一把钥匙应该是用在一楼的这边资料室这边才可以拿到那个什么，我忘记资料室可以拿什么了。我在想，我要不要去侦讯室拿 USB？ 可是那边非常的危险。我讲真的，那边非常的危险。我看我能不能去好了。這個、没有带板子是我的错，对不起。没关系，我存档了。随便的啦。闪光弹有没有带？没有带，太棒了。哇哦！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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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你好吗？衷心感谢。欸，他好安静哦。我可以这样子隔着射他吗？我觉得我要被烤了。哇呼！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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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嘟噜噜，嘟噜噜，嘟噜。超级 safe。掌声响起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嘟嘟嘟嘟嘟嘟嘟。不去电玩展哦，懒得去啊，挺懒得去的。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嘟嘟嘟嘟嘟，哒哒哒哒哒。哎呀，哎，奇怪啊，那 USB 是去哪里拿？捡了一个 USB， 哪里拿？立卡会开门，这游戏也不用玩了。除了安全的那个存档点之外，真的都不用玩了，真的都不用玩了。还想玩啊，波比？波比，你还想玩吗？我是不是走错边啦？哎，是你，金杯走错了。宝珠盒，宝珠盒哦，宝珠盒要 USB 啊，可是我忘记 USB 哪里拿了。现在唯一能走的地方只有楼上了，楼下那一条路是死路啊。终于有板子了，可是又感觉捡了没有用。闪光弹。谢谢。谢谢你了。
阳台东边仓库，这里是阳台东边仓库。有几只啊？有没有格子的有？还捡啊！啊！我靠！怎么摇一下变这样啊？怎么会摇？哇！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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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嘟嘟嘟嘟嘟。解决掉他们！麦哥来啊！我是不是没有补血啊 ？USB 在一楼，你说的一楼应该是这里吧？资料室吧？对不对？等一下，要想办法过去。不要装了哦，你是不是没死？我靠，很会躲呢哦！操你妈！操你妈！真小。想说奇怪人嘞，转角遇到爱啊！爱转角，身负重伤，我只好先回去补一下了。所以这样下去不行的。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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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高级补，等一下那把爱心的钥匙资料室开完，应该就可以直接松脱啦。然后我想要先去把这个啊，这先放仓库好了，到时候我买车回来吧。这种东西就可以先放仓库了，没有错。按钮等一下要去给它安上，然后来补一下。没问题儿，继续。书本可以放在箱子里面，目前还没办法用，真假的。我是想说之后有办法啊。书本不是要到美术室吗？美术室从屋顶那边走绕一圈应该就可以了吧？而且那边可以直接拿门进卡、欸，对啊。走这里下去就会到了、啊。等下那家伙会不会来啊？我一感觉那家伙他妈要来闹我。这个状况，我应该要先熄火。把火给熄灭掉。死得好啊！谁谁呀？哦，这个才是真良好啊！真良好。Asshole.
asshole， 呛辣小辣妹，讲话都这么呛的呢，直接叫人家肛门，射完之后都肛门，其实应该是直接叫讲翻译成混蛋吧，可是 asshole 不是肛门的意思吗？好，我们要遇到那王八蛋的，这时候要快乐快乐绕路仔了。Hello， 你好吗？衷心感谢，珍重再见，快乐绕路仔，快乐绕路仔。哎，这个是蓝色的，非常好。等他爬上来。他没发现我，他看他找不到我欸，看有够八七的、啊，他往那边走了，非常好，正合火意。我让他知道选择是错的，他往下走了，北七。好，我们现在到了地下，我们这样可以直接绕美术室了啊，应该可以吧？逃生梯下来，这次不要绕逃生梯，我们走这里行不行？这里就是美术室了，对，到了。刚刚那一只叫做暴君，黑衣怪客，想要干我的家伙，谁啊？谁破窗啊？还不让我活啊！真的就是大哥，对不起。没事没事，我已经练就一身啊冷静，一身功夫，我不怕。有，卡林老师嘞，这是怎样的来一个这个陷阱给的，真是有点磕巴哦。等一下。想说刚刚什么玻璃声，还好我没有很紧张，不然一紧张他听到我的走路的声音，我可能就先抓起来啊。好哦，那现在这个状况之下，这边的门绝对是进不去的嘛。这边要黑桃钥匙，我不可能有黑桃钥匙，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走这一条白色的这个地方，走逃生梯，走到一楼。到了一楼之后呢？左转到警卫室，或者是直接从办公室绕到大厅，也只能这么做了，没得选择。绕到大厅之后，我身上有什么？绕到大厅之后，我们用 USB， 然后再用门禁卡，拿我们的榴弹枪，去把左边的物资全部都把它拿完，顺便开一下，顺便用爱心开一下我们的那个这道门。哦，这样子就万事俱备了，不是万事俱备，这样子就哦，算是一个不错的流程。好，走。只是这家伙，我觉得他要过来是干我的。完了，他来了。我没有闪光弹，真的很棒。看来是被敲到了。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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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嘟嘟嘟嘟嘟，还追啊，波比！嘟嘟嘟嘟嘟嘟，我回来了。好，去资料室，
先去资料室开一下。等一下，我想一下啊，西边办公室，二楼，二楼也进不去，图书馆，一楼也是要该死的黑桃钥匙。我真的还要这样子绕一圈哦，然后到会议室那里哦。那这个那边又是利卡啊，这边走路就要小心了。还有两只哎，完蛋了。啊啊！你是谁？啊！很啊小，是很啊小。啊！免费送你的，免费送你的。好，我们现在到这里来了。少给我啰里吧嗦。然后这里没有出口，你知道吗？没有出口啦，我人生已经到尽头了。没有出口，我觉得我应该要先去拿榴弹枪，再来这里才对呀。花的，而且那王八蛋也来了。哎、欸、啊，这边的手榴弹到底在哪里啊？手榴弹在那里。怎么样，怒冲一波咯？哎、欸，等一下，等一下，其实不用怒冲，走这里，安全了，安全了，不安全，不安全，怎么会到这里来？让我想一下，西侧办公室，西侧办公室没办法回去，必须要直走，这边必须要直走，到暗房，到暗房。我这边要转弯，我这边要转弯。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又杀 ！No！ 干你老师！没位置啊，哥哥。要挂要挂！哈哈哈！哎呀！哎，我没死。左转，左转。好了，我们安全的 safe 了。有了这一把，基本上会好很多啊。然后枪托。
胶卷、火焰弹，我火焰弹满出来了。合成榴弹，看，我现在才发现火焰弹这么多欸。 Nice。 欸，对齁，这个忘记用了啊。有了，哈哈，碳烤利卡，克雷尔跟紫雷尔你没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吧？只是紫雷尔应该是很喜欢克雷尔这个角色吧，所以说取了一个叫紫雷尔的吧，我的猜想是这样啦。置物柜的位置 DCN。这个已经解过了，这种东西根本不需要啊。啊，对，还要组合哦，变得更大吧。然后还有什么？九迷你，现在九迷你的子弹很少。就先放进去好了。好，可以存个档了，安心存档去。榴弹跟火弹哪个比较好？欸，我到现在还没有用过榴弹欸。我目前为止一直用的就是火焰弹，火焰弹，因为我觉得它的伤害应该是算是最高的吧，我猜啦。个人猜测。好，我们现在要去资料室拿那个东西，拿完之后上二楼，然后再去拿那把冲锋枪，然后拿完冲锋枪之后，欸，对了，我问你们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人在玩哦，就是这个 USB。用完之后它还会用在别的地方吗？因为我发现啊，这 USB 插进去之后它还可以选择拔下来。这我就纳闷了。这到底 USB 会不会用到别的地方去？这我还真的不知道欸。我是真的不知道啦。手榴弹，后面还要用哦。可是我记得玩到破台的时候，我的里昂篇用完了之后，它就没有再使用了欸。干，好浪费啊！老早给他咬了，一个反射动作就哎，空白键按下去了。哎，很久不见了，夜月阳啊，你好。某个 BOSS 前还会用得到，这样子哦。So this， 没关系，反正用完之后就把它弄下来了。然后接下来到二楼嘛，然后到图书室可以搬可以推哦，刚好整个都往上了。这一楼
我记得有个地方有保险柜啊，我是三楼还没有去过，是不是？某楼的保险柜我好像还没解开的样子，三楼对不对？那洗衣间要怎么进去啊？看一下啊，原来如此。没事儿，不管用了，丢了。Perfect。这是解按钮用的、啊。整理一下存个档之后，我再赶快回去那个地方。玩过第一个版本，没有玩过第二个版本。玩家大妹，为什么今天中午开台啊？因为我睡到11点了、啊，不好意思哦、啊。暴君死了吗？暴君是不会死的啊，他不可能死啊。This does not sound like Chris. 暴君是不会死的。这边急救喷雾我已经想捡了、欸。奢侈一点好了。捡捡捡，跑跑跑！回去存个档。嘿，你好。嘿 ，man。啊。鬼山小干，咖喱哪里？我能说什么？如果这就是什么？我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如果你坚持要靠我，我也没办法，我只好让你。我要去拿包包了。按照顺序，歪成这样哦。然后再这样子，嘿，我靠北，好嘞，嘟嘟嘟嘟嘟嘟 ，USB 没拿、哦，哎呀，这么麻烦啊！我的 USB 没有拿，我等一下还是要回去啊。对不对？喂！巴拉巴拉比拉波！
没事没事。你知道刚刚他的表情是怎样吗？他刚刚这样子，侧面有没有？有没有？他妈的还跟你这样子，然后走过来考我。没事，没事儿，没事儿。看这家伙也挺幽默的嘛，是不是？怎么可以这么幽默啊？捡一下我们的 USB 啊、哦，幽默哥哎、欸，那暴君真的是综艺咖来着的哦。你是不是很综艺啊？假摔嘞，综艺哥非你莫属了。暴君为什么不能死哦？我还真不知道哎、欸。这个其实我也挺纳闷，为什么他不会死？他就是不会死。等一下图书馆这边解完，我还要再回去机械室一趟拿包包、欸，哎，真的挺麻烦的。啊，算了，算了，算了，这边来过了。为了宝宝，为了宝宝，为了宝宝宝，宝哥啰里七八说，怎么烧不死啊？这是怎么情形？实在很不想浪费，你知道吗？哎、欸！啊！啊！一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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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やめろください。哈哈哈！骗老师嘞！看你老师快跑！忘记拿齿轮了。我忘记拿齿轮。你只缺了步枪跟狙击，不然全副武装去干。他基本上打不死哦。他打不死的，他也就最后火箭筒才打得死哦。Sorry， 凶三小，这货打不死的，叫屁哦！老头，你要来电玩展吗？我是很想去啦，但是人潮太多，我就觉得有点懒了，因为我是一个不太喜欢人多的地方哦。我说真的，我不喜欢人多。人一多我就紧张，我一紧张我就会乱，没事。这边的浣熊娃娃我都已经打掉了，所以应该是不用去在意那么多。好，同学跟我一样，人太多挤来挤去很烦啊，我怕有人突然摸我小基地怎么办？我会怕哎、欸。对啊，我怕他这样子，然后我就哭了，有没有？我被侵犯了，哈哈哈！干笑死，我被侵犯了啊！下面那个东西我没有把它捡起来，靠北，摸我的大鸡鸡，不是啊？该怎么说？当然很多，当然像这种东西就是从小鸡鸡变大鸡鸡的啊，这没有什么好讲啦，大家都懂嘛，对不对？对啊，摸一摸没有啦，没事，你知道太多了。嗨，魔龙安安，电玩展超好玩，很多正妹啊，看不到又吃不到，对不对？
我都有女朋友了，对不对？不能这样子啊！哎，可以看就好了，没有了。老头想加你明日之后，哎、欸，我已经两三天没有上明日之后嘞、欸。看我真的好忙，我都在忙恶灵古堡哎、欸。可以跟他拍照哎、欸，拍什么？我随便 Photoshop P 图，我也可以跟林志玲拍照啊。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你要跟谁拍照都没问题。我周润发拍照 P 一个过来。想当年啊，你爸我啊。跟周润发很熟啊，他当初还来这边求我啊，哎，希望我帮他进入演艺事业啊，成为个演员啊，是不是？那只应该烧死了吧？要烧死了，在手抖有没有？然后这个慢慢走的话，应该是不会扑我这边过来吧？哟，哎，对，没事。有些僵尸啊，他会有时候会进入那种像是呆滞状态，有没有？你慢慢走，他就不会攻击你了，不具攻击性。周星驰是谁？靠腰。这里是哪里啊？思考一下。啊，我知道这里是哪里了，我们又回来了。Yeah， 我回来喽。哇，那这样有点可惜耶、欸。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可惜吗？我的背包带没有拿到手啊。我们还有机会再回来吗？我就是怕没机会再回来了，你知道吗？我想一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啊？存个档。去年有去电玩展吗？我忘记了、欸，我有点忘记了。这个先放仓库好了。然后这个跟哇没有可以合的，好空哦！我天哪，一次消这么多东西，感觉挺爽的。方舟方块嘛，对不对啊？对啦，方舟方块啊，想起来了。当时我在方舟方块啊，啊不行，我一定要想办法。我要去把我的按钮放下去拿包包啊！辛苦了，辛苦了。206吧。干不是哦，203，还有103嘛，对不对？哔哔，102，哎，没有102已经开过了，啊，没有。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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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啊！又多两个了，我在爽什么？回来喽！
好了，火焰弹被我花了很多，浪费。没关系，我们还是有办法合的，只要再捡得到那个子弹就没问题了。哎，对哦，我好像没有补血，是不是？补血全部被我用完了，浪费。要玩多久才玩完？阿兹，我也不知道欸。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回去我们最原本的地方了。大厅好像没办法过去啊。大厅那边好像只限走一遍而已，真的超靠北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想办法从二楼的二楼图书室。二楼图书室的这里，这边出来到三楼，我来从三楼回家。不是，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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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我可以直接到三楼的仓库吧。欸，这里有没有来过？DNC？ 嗯，不是 DNC， 不是 DNC， 不然是什么 ？DCN 啊？防御效果。知道啊，我反应了。啊，看老师，我忘记这里没路可走，打扰了，要去二楼，完蛋了，暴君哥哥要来了。在这里，在哪里？不要隐藏你自己。越来越近了哦。欸，声音越来越淡了。看来不会在这里了。略过了。回来了，这边可以接到三楼的那个方向，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去了。看看，对，火焰弹有几发子弹？我目前十几发吧。好了，可以回去了。为了一颗按钮，多花十几分钟。咬我啊，白痴！咬我，咬我，咬我！老头，之后还要三周目吗？我应该会去拼无限子弹吧。等我玩熟了之后啊，这都是需要时间去熟悉的啊。玩熟之后，我会想要拼 speed run， 拿无限子弹。无限手枪吧，先拿个无限手枪，之后打硬派会比较好一点啊。欸，不对啊，这应该往下走。硬派不向任何人妥协。万一把子弹全部耗完，不就 GG？ 能够搞到没有子弹，其实也不简单啦。我是说真的，你玩这种普通模式跟简单的。可以把子弹弄到没有，这真的是还蛮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哦。对啊，哎，对了，
我记得一楼的地方不是有一个可以解那个叫什么来着的吗？我熊熊想起来了、欸。啊，是东侧还是西侧啊？你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吗？如果我这边没有解到，我这边就 lost 掉了呢。我讲的是那个强化部件，好像在西侧办公室。我们刚刚经过好几次哦，然后，然后我都没有进去这里，好像是这里的样子。然后你解了之后，好像可以拿到那个改造左轮，就是让你的装填速度变快。没有捡到，不过算了吧，反正我们都代替另外一种了，都代替那一把红点瞄准器，应该是无所谓啦。算了，算了。OK， 忘记拿了。皇室战争哦，我没有哎、欸，我没有玩。辅助模式有什么不同？辅助模式会有自动瞄头的功能，以及就是，除了自动瞄头之外，还多了一个，多了自动回血，没有在战斗的状况之下自动会回血。好了。然后敌人变得很弱。对，还有这一点，就是敌人变得很弱，弱爆。敌人变得很弱，弱弱弱弱，弱弱弱。奇怪，这里怎么走？这就奇怪了。哪里鬼？不对，好，莫名其妙。不用拿了啦，拿了我也不常用啊。哎呦，电话响了。哎，各位早，各位早。莫西莫西，麦当劳欢乐颂。你知道这种时候电话响其实是蛮恐怖的一件事情吗 ？Hello， good to see you again, Claire。局长 ，We've got unfinished business。谁啊？是谁打来的？啊 ？Where's that？ 哎，这谁 ？In the neighborhood。哎，真的是局长哎。Find it。Sherry, all right? For now. I swear, you bastard! If you hurt her.要是你敢伤害他，哎、欸，快要三点了、欸，我要关台了，各位。我们今天我们晚上七点继续哦、喔，好不好？晚上七点继续哦、喔。待会应该是雪莉篇，我们要玩这个已经长坏的小雪莉，要躲开这个坏大人的追击。不要再八字眉了，好不好？哇、哦！